即将登场的是一名影视演员，他和二人转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大家好，我叫何树成，我来自我们吉林省松原市，我也是一位文艺工作者。虽然早期没有从事这行，但是只要你想学，啥时候都不晚。我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跟各位老师学习，多学几块段子，活到老学到老嘛。说话深大一功啊，口尊声王府小姐，你要细听啊。这么像郭芳老师呢？你休当我是花儿乞丐，我本是你的二哥，养在家中啊。这声音我挺熟，岳父、岳母、二老人家可都好。谁想起来没有？谁呀？想起来吗？我在听你，我在听你。身体呀，可都安能您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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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二妹呀！好，哎哎，自我介绍一下。四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我叫何树成，我来自吉林松原，我是一位影视演员。哦，那个我对这个树成兄比较了解。我告诉你，你知道他老父亲是谁吗？你不知道？谁呀、啊？谁呀、啊？何老爷子不知道吗？何庆魁老师？何庆魁老师是的。哦，树成兄。哎呦，对呀、啊，他这个何志成老师也拍了很多戏呢。你比方说，就我们的《女人进城》啊，《圣水湖畔》啊，《圣水湖畔》我想起来了，《迎春的故事》。他现在不光当演员，导演。啊，编剧，老爷子写的那很多剧目都听着都有他。我给我爸爸当文秘，他的剧本都由我来整理。我爸爸写剧本是录音，用录音笔口述，然后我整理成文字，变成纸质的剧本发到演职人员手中。你看，所以说耳濡目染的，我现在也成半拉的编剧了。哦、哎，是不是你教他唱的二人转啊？哎，莫一声很像你，像你声音。啊、真的太像了，伟人，我俩有点像，嘎达香差不多。对呀、啊，哎呀，特别像。我想问您个问题，何老师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啊。不敢当老师。就是说，那个咱们老何老师啊，他有没有就是创作的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呢？太多了。他没有灵感的时候，他有时候炒菜，有时候编筐，有时候去打鱼，去撒网，哎，然后去寻找灵感。有时候那个我们在辽源住的时候，1991年、1992年，辽源市距离我们家住那地方东辽县白泉镇能有20公里，他就能徒步就是走到家来，这一道胡子都上霜了，到家就开始写，那灵感就找到了。其实说起何老师，我还真是挺有那个感慨的。嗯，何老师应该说是咱们不管是吉林省全国吧，一个就是创作大艺术家，我就受过益。
嗯，说老汉悲戚。对对对，老汉悲戚呢，我那大头人儿，原来是在我们民间传那个平房那个时候，是何老师一针一线给我缝的。所以刚才他说他对二人转有那份情节，其实我真是觉得来自于他的父亲，因为何老师为我们这个二人转间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对，他写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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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剧本。我爸爸的作品丢失了，都遗失了，就是早年写的小回门、小赶集、小大车、小放牛，这我能找到的我都搜集起来了，像那个两枚戒指啊。对，两枚戒指。对，两枚戒指也很经典。对，那词儿我爸爸就瞅高老师唱那种幸福感，那种收获感，那种成就感。你专业学过没？没学过二人转，就是听的，就是总接触，耳濡目染，总听。我爸爸给他写，高老师唱，他们排练，有很多那个高老师的那个唱段呢，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都知道。他早些年九十年代初写那个反腐倡廉那个词儿。然后高老师那唱，打鱼的怕贪风，晾柴火怕下雨，老鼠怕耗子药，小鸡怕狐狸，贪官污吏怕的就是严明法纪，谁要是给他捅上一家伙就歪你。别说啊，他真的写的还挺像，真是那个事儿。现在我就是不会上二人转，但是那幕后呢一直没有放弃二人转。我把我爸这些经典的作品我都改编成微电影，我都拍出来了，都得了奖了。那可太好了，太了不起。其实我觉得你都能在影视界那么活跃了，怎么突然间又想起来到这个二人转的舞台上？从小呢我父亲就唱戏，然后在民间呢组织二人转演员，在那个天间地头啊，有时候唱堂会，有时候在生产队唱院里唱，挣点钱。然后我十几岁的时候呢，我爸爸更是从业余的编剧然后变成了一个专业的作者，更是写二人转养家糊口。所以说是二人转成就了我父亲，二人转养育了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来表达一下我对二人转的敬意、谢意和喜爱。祝愿咱们二人转这朵小花开遍全世界各个角落，永远绽放。今天你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也都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不光是父一辈对二人转有情结，子一辈呢对二人转的这份情怀还没有舍弃。虽然说你没学过二人转，但是你的心目当中对二人转那种崇敬、那种崇拜，可能比任何人感情更深，是不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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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众面前，在二人转艺术面前，在几位老师面前，永远都是学生，学不完的习，学不完的艺。哎呦，太谦虚了，太谦虚了。说实话，你这嗓音条件也挺好的，对不对？只是不咋太会，那没问题，我天天可以教你。咱俩说说，搁车上能教吧，对不？吃饭饭桌能教吧？睡。你看啥时候能教？那就不能教了，那真有意思了这个。我说的是真的啊！我跟你说，光亮老师，你也别跟我抢。因为呢，那个何老师呢，我们虽然说是不是特别熟，但是我跟小何老师见一面，咱俩你没感觉着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吗？挺连线的。多谢厚爱，赵老师。告诉你吧，你就是想接着树成兄的这个桥梁平台和纽带，然后接触一下何老师，让何老师给你写两个段子。对，你说这个，绝对不好说。你说这个，我就不跟你犟了。我就希望你上我团队。既然你看你有导演天分，你有编剧天分，我有演员天分，咱们还找谁？基本成了这班搭起来了。不对，人家何成今天来在舞台上要学二人转的。不是，真是的，学二人转的。我跟你说，我也开门了啊！别寻你自个儿开门，你二人转，我们哥俩可以互通啊！你抢啥呀？说实话，小何老师，你该着拍电视剧拍电视剧，你该着演啥人物演啥人物，但是二人转这块，咱俩可以唱一副架。幸福和未来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中，来，请你做出选择。来，请你做出选择。不是我，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跟你唱一副架啊。哎呀，好，谢谢赵老师。你自个儿那个长点心啊。何树成何德何能啊。面对郭旺、赵小波两位名师的邀请，何树成将做出怎样的选择？我
那跟郭旺老师有交集，我们认识比较早，然后我们俩吧，符合今天的主题，名师高徒，他是名师，我比他个高，名师高徒。那你的选择是？我来吧。师傅，别这个妥了，咱俩就好好拍出一部戏，让他们看一看，他老说咱姓黄了，对，咱绝对不能，能黄不？不能，咱们必须，老爷子现在76了，干劲十足啊。估计何树成参加不能黄，如果没有他，我估计还得黄。这个你来这黄不了了，还是如虎添翼啊！哎呦，这齁了，你得多费心，多教我唱戏啊，二段。咱俩互通有无。好，加油，加油，加油。恭喜何树成成功加入郭旺战队，愿你能追随父辈足迹，在二人转事业上拥有属于自己的成就。向您的父亲致敬，谢谢。同时我要向你学习，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向名师高徒舞台走来的是一位来自长春双阳的个性女孩，稍后她将有怎样的表现？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刘云娜，今年21岁，家来自长春市双阳区，算是一名二人转小学员吧。从小就喜欢二人转，但是由于我的性格或者是形体方面，我就比较喜欢下场，在下装在台上那种活泼劲儿啊，或者是那种活跃度啊，所以说这都是特别喜欢的。就是从学二人转到现在，一直学的都是下装，包括所有的戏啊，或者是形态形体全都是下装。所以来到这个舞台，想跟几位老师好好学一学，好好的研究一下，就是下装，就是这种形体啊，或者是手眼心发布啊，在台上的一招一式，可以让导师好好的推能人我。娜娜，你是最棒的，加油！我害怕。旁人我怎么算忠啊，忠臣的管着我怎么去保护，也是个小孩，也是个小孩，国法家法是大不相同，同情包勉我把他来放啊，放了包勉三弟岂不是恶罪斗明，明知故犯三弟罪加一等，等于言儿我都去道领，领力不过我的恩嫂你呀，你把三弟我来宽容，容我陈州去把粮去放啊，放粮已毕三弟转回城中的那金銮宝殿，三弟我奏一本啊，本奏成给我的老恩嫂修个养老宫，恭请我的老恩嫂你前去养老啊，老恩嫂你富贵荣华一辈子不受穷啊。
满朝的文武甚是义理呀，又给三弟我身居一宫啊，他言说包家做官清如水命如镜啊，老包家做官都是辈辈亲。三弟闻听啊，哈哈大笑啊，叫声满朝年的年兄啊，不是包公夸海口，老包家做官都是辈辈亲。正是三弟我都说瞎大话，小冤家不知啥事，得了一个羊角风啊，离地蹦起二三尺，不管我叫三叔，管我叫包公啊，他言说包家做官清如水来明如镜，看看你清是我清，上前拉住三弟我的手，不叫相爷叫包公啊，跟我走来，跟我走，今天以上八里平，三弟我万般处在无计奈，才把侄儿上绑身，清晨绑到天过午，并无一个人来讲情，空中哪怕有个乌鸦叫也算包勉，救命性铜铡不败，自己起三道铁箍六下绷，无奈和我铡了只小包勉。三弟我是八爪肉肠，肺腑都疼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好，来吧孩子，来自我介绍一下，来。四位导师好，我叫刘云娜，今年21岁，家来自长春市双阳区。男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啊。啊，唱夏装啊。嗯呐，唱夏装。哎呀，嘚瑟了。别紧张，别紧张。你每块戏都是演丑吗？对，全程夏装。这夏装不好唱哎，你看上装，你知道往那一站，一个眼神，哪怕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往这一站。但下装不行啊，你听没听过说过，上装一趟线，下装得一大片啊。你下装啊，你得把这个一大片得演起来，真的很不好演。我感觉我喜欢唱下装，上装就是感觉不太适合我。上装应该是特别，像细溜的，像严寿平老师、赵小波老师这样，就是大方、有气质。我谁细溜呢？我这个性格就属于是像跳马猴子似的，就是不稳当，就是一天破马张飞的，就是没有那稳当的样。所以说，搁舞台上能作得起来。那你平时你作为演夏装，对，那观众反应怎么样？观众反应，我感觉还可以，因为啥？女孩唱夏装特别少。我给观众的感觉就是你能不能做得出来，就对你比较好奇。有一次演出搁台上刚上去，就得自我介绍一下嘛，我说我是个女孩，但是唱夏装，但是有个阿姨就在下边就用那种眼神就瞅我，那意思就是你能行吗，你这孩子，你说你一个女孩，我说姨你就放心，就是好听不好听请听头一声，你就看我行不行，行你排，不行就当我搁台上耍猴了。完了一嗓子一打出来唱两句，或者是搁台一作下来之后，那姨还跟我说：“你这孩子，反正还中哈。”完我，反正我感觉我长得也挺招人稀罕的嘛。你笑啥？笑？是有台缘，有台缘，有台缘啊。所以说过去讲就唱丑，全仗说口嘛。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你有这方面的优势。我感他为啥要唱夏装？可能是因为，比方说形体呀，是吧？比方身段啊。唱上妆你扭的得浪，他是觉得他演上妆可能不那么妩媚，就是没有唱下妆那么自信。对对对对，所以说他下妆唱起来自己很顺畅，在舞台上很自信，是能嘚瑟起来。你拿块戏就能展示丑的那个
整一段整一段来个那个韩江关江勋搬兵那边演的不是特别像，但是前面那节奏一起来那丑绝对小小小表情的就刷刷一下就上来那个哎挺好。那你说女孩就演成这种形象，首先她是自己得牺牲自己的形象，没错，嗯，所以说像男孩，他挺勇敢，敢于牺牲，敢于牺牲，他挺勇敢。就是男的唱反串唱那个大女儿的，那他无所谓，你知道吧？但是一个女孩演丑，就像杨老师讲话，就必须得牺牲自己，对，是吧？那你说你这么喜欢你这个演表演下装这个行当啊，那你就对今后这个二人转这个路你怎么打算呢？我想继续就是发展，就是还是唱下装。所以说呢，来到这个舞台你就对了。我劝你今天一定要选男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你唱下装嘛。但你选我也更没问题。我告诉你，来我这就可以的，因为啥？最起码咱们的从年龄啊，不是？对，年龄合适，从身高啊、年龄合适。从身高啊，从形体，从形态，包括一招一式，我都可以，知道吧？但是请你放心，就是。但是我告诉你，电视剧啥都黄了。但是我告诉你，对，我告诉你啥的，人的孩子不是给你唱一副架，人是唱下装的。对呀、啊，你唱上装，跟你身高没，我没唱过上装、啊，跟你身高没关系。我净唱下装的。跟你身高没关系。对呀、啊，那你俩就顶了呗，他也是下装，你也下装，他根本不能上你的团队。我是这么想的，孩子啊。就是假如说你要上我的团队呢，哎，咱俩可以搭呀，还是你就看看，真的，就杨老师嘛，我们俩往这一站，把你的慧眼睁开，你去看，我后边是吉林省民间一大团队，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是那个很多有，那郭旺也是名丑，像我们都是名丑，但是我们团队缺女丑，女丑啊，女名丑，知道不？我肯定会把你打造一个，咱们就是二人转界的第一个女名丑。看那玩意儿，我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我可以一招一式手把手的教你。我有很多，比方唱丑角的这些功底啊，这些经验呐、啊，或者方方面面，我都可以，我们互相沟通，互相学习，然后把你培养打造好，送到吉林省民间艺术团，行吗？不用我们直接打造好，直接打造。你那不行，你不能那么打，你在你们单位很多新生力量都是我给送的，你还怎么事儿呢？我一看孩儿啊，你可把眼睛擦亮亮，他们都在挖墙角。请做出你的选择。面对四位名师的邀请，女丑演员刘云娜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长得跟我一样招人稀罕的孙中红老师。好。真招人稀罕，他俩都招人稀罕，是不是？那我尤其那一笑，还别说他俩有点像呗。我刚才说他俩长得有点像呗。像吗？像。看看来个特写，是不是挺像？他俩笑着，有点像多年失散的。恭喜刘云娜成功加入孙中红战队。希望你在孙老师的帮助下，将自身特点与二人转艺术紧密融合，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二人转之路。你非常与众不同，一定要加油，好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位房产经纪人，他和二人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大家好，我叫赵红雪，我来自榆树，现在是一名二人转演员。我是从小10岁就开始学习二人转了，一直学习了10年，然后中间弃行了3年去干了其他的职业，但我的家里人还是希望我能重新回到这个二人转的舞台，所以我今天鼓足了勇气来到咱们名师高徒的舞台，希望四位导师能为我开门，加油。Thank you.
上弦，孔夫子三日郎当上赶太阳啊，三起朝雨诸葛亮，四解离烦佩夫郎啊，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吞兵六国是日狂啊，七喜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正儿郎，九里山前耍戏十面埋伏，丑八妖王啊，关门进孙老师开门了，立着墙啊，大金凤传出啊，小花叫四张啊，头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匹高桃，两两两两大的不是吗，那是一匹马呀，哎马就算马呗，哎马是驮着谁呀，薛丁山上中途路上马蹄忙，与樊梨花动刀枪，烧起酒再来来来来，太清不买身边的马，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匹高桃，溜溜溜溜大的不是吗，那是一匹马呀，哎马就算马呗，哎马是驮着谁呀，小龙啊张上战场，中途路上马蹄忙，与红眼鹅动刀枪，烧起酒再来来来来，快送来上马呀，三一张有男有女没骑马呀，哎为啥没骑马呀，他俩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梁山伯呀，祝英台呀，一对那书生下山来呀，都为你的女儿打开师门了，哎拐弯叫来求爱，可惜的梁山摆的啥也不明白呀，四一张有一群高桃，溜溜溜溜大了不是吗，那是一群马呀，哎马就算马呀，哎马是驮着谁呀，少林寺众和尚，中途路上马蹄忙，顶属绝缘武艺强，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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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黄河岸边九亲呐，王八王位呀，哎，我们这座墙啊，什么这座墙啊，大墙又闪出啊，小孩又摸掌啊，人身上了一个马脑袋呀，那是马面站庙堂啊，人身上了一个牛脑袋呀，我在山上的牛魔王啊，人上方的是鸭娘啊，人身长了一个兔脑袋呀，长耳大仙他拜月亮啊，人身长个驴脑袋呢，驴头太子下山岗，人身长个狗脑袋，白狗成精闹洞房，人身长个猴脑袋，花果山上的猴子王啊，人身长个猪脑袋，猪八戒大闹高楼中，人身又长个猪脑袋，又长个猪脑袋啊，猪八戒的儿子小可狼啊，四位老师好，我叫赵红雪，是一名二人转演员，现在是一名网络主播。哦，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因为我妈妈喜欢名师高徒，因为我妈妈从第一季就开始看了，然后第一季的时候就催促我来报名，我说的你报个名吧，上名师高徒，嗯，我说你上那名试试，然后我就是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拖到了今天这个名师高徒的舞台。啊，你妈妈给你报的名，那你妈妈肯定非常喜欢二人转。你妈会唱戏吗？我妈妈会唱，我妈妈怎么说呢，就是她从小她就有一个当二人转演员的梦，但是他由于小时候把腿给摔坏了，很遗憾没有办法登上舞台，然后也没有办法完成他心中的梦想。嗯，然后他经常，他特别喜欢二人转嘛，就是我这几年我不经常在家，他每次看咱们乡村节目二人转总动员名师高徒，或者是看各位老师在电视上演出的时候，我只要在家的时候他都会跟我捣鼓，你妈要是有两条好腿的话
你妈也能在舞台上又蹦又跳的。对，然后他就把希望寄托了在我身上，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嗯，你学习二人转多少年了？唱多少年戏了？嗯，到今年的话，我10岁开始学的，我到今年是23岁，13年。然后中间我弃行了3年。嗯，弃行？为什么呀？因为那3年我可能是青春期有点叛逆，然后也不接演出，就是待着吧，然后就误打误撞进到了房地产行业，房产中介。中介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干房地产，那挣大钱。啊，中介呀，不是开发商。啊，不是开发商。对，就是房地产行业，就是误打误撞就进去了。我没诚心想干，但是没想到我就到第6个月的时候开了一单，挣了17000块钱。你的妈妈同意你干这玩意儿吗？不同意，我全家都不同意。我妈这个人不，她不是希望我能挣多少大钱，她希望我能在外边快快乐乐完成我自己想完成的事情。房地产行业会有季度大会跟年会，每一年的年会都推荐说，哎呀，小雪上一唱，哎呀，这二人转演员唱老好了。我唱了一句送新郎啊，台下一鼓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让我想起了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感觉，非常的开心，因为我打心底里我就真的喜欢，心思就动摇了。改行了又改回来了之后，妈妈是很高兴吗？对，她很高兴，就是拿话激我，这才对呢，要不然爸妈花钱白供你了，这4个孩子就你拿钱罗大的。那种方法说的。我就是总开导他，我总往这个舞台上引导他。此时此刻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应该对你妈说几句。可能是我10岁就离开了家吧，然后我父母就觉得我是从小都不在他们身边，然后我可能叛逆期的时候也会跟兄弟姐妹们吵架，但是他永远都是向着我的。但是实际上回过头来我想想，都是家里人在一直包容我，包容我的任性，然后小脾气，然后就是我妈妈身体不好，然后我也总让她操心。我妈总跟我说，咱家这4个孩子我最操心的就是你。然后我想对着镜头跟我妈说，妈，我爱你。你虽然说简简单单一句妈妈我爱你，我看在我们严老师的眼里已经含着泪花，真的，你真的打动了我们这4位的导师。特别好的一个女孩哈，嗯，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因为她会把你送在你最理想的路上。你是一个贴心的小苗，特别的为父母着想，是个好苗子。嗯嗯，我们都在说这是个好苗子，但是有的时候唱腔还需要去加工，还需要去提高，怎么提高？那就看你选择谁了。你选择对了呢，可能对你提升一大部分；选择不对了你，那也没问题。各有各的所长，跟你呢，可能是学一些油嘴滑舌啊。跟严姐呢，可能是学一些那个专业的，很专业性很强的，包括孙老师都。他应该学专业化。应该学专业化的啊。对，无论你是你从说话，从台上的表演到台上的每走一步每个眼神，我希望你越来越好，也希望你擦亮眼睛啊，别谁说你两句、哎、好嘞，夸你两句你不上谁呢去了那不行。所以说他不是他那个社那种社会阅历挺深、啊、对，他不会因左右的啊，他不能让光老师给左右了，是不是？那不能看看我们这个4位导师啊，良禽择木而栖，就你选择谁都没问题，都会在你的专业那个二人转道路上会提高你的专业那个艺术和技能啊。所以说，特别是我们这团队，我们是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啊，咱们这个团队共同的努力去帮你，借你一双慧眼。
选择我。真的希望你来到我的颜值战队，因为我想你二转的路还会很好，因为你的唱腔、你的表演，包括你的形象，都是我想要的。你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二人转演员，我们需要你们这一代人传承和发展。来到我的战队，一定会让你放飞梦想。来吧，做出选择。不要紧张。赵红雪的唱腔得到了四位名师的认可，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选择。明晚18点，《名师高徒》第二季，敬请期待。